是阿杰，独自经营着父亲留下来的老面店。这是父亲半生的心血，也承载着我儿时做面的梦想。店里客人如流，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吸引他们的只不过是最初的依赖，而我也只想做出父亲的味道。阿贝，来碗面。好好好，请您先坐。稍等一下。阿贝，你做的面味道好特别啊，有什么特别的做法吗？合口味就好，哪有什么特别的做法啊？简单的事儿，用心做就好了。每个做面的人啊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味儿。和面呢，是需要耐心的，慢慢来。简单事情，用心做才会做得好。这个是五谷四季轮作的产物，不简单啊。土地的秘密是世界产物，以轮作方式在这天地之间寻找自己的价值，人也是一样的。阿贝，买单。谢谢你哦。这是一个特别的夜晚，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仿佛被轻轻唤醒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位，父亲是，阿贝是，而我实现了曾经想要做面的梦想，也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味。是一样的，在万物共生中寻找自己的季节，我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味道。